中国暂停进口咱台湾的石斑，啊，现出是咱爱处理这3600栋的石斑，啊，农委会的下节来外销甲其他措施，这个本土企业专人又过来拍会，宣布讲要来认购这500栋的石斑。有消费者表示讲会收听，啊，不过有那消费者感觉讲这价钱有淡薄高。会计顶头会当看到各种石斑鱼产品，有几只鱼啊，毛啥物拢已经去毒的鳞片，佮有鱼皮。石斑鱼一向是餐厅料理，不过这个因应中国暂停石斑鱼所给，全年配合国内促销，石斑鱼鳞片落价卖139元。有消费者决定收听，但某人对价钱感觉伤贵。它那个肉好 Q， 你觉得这价格你能接受吗？好吃的不管价钱，我不大会想，不大会想买啊。为什么？我是觉得蛮贵的。专人会当讲是台湾农产品产销的拍火队，过去今朝巴拉生产过多，专人大手笔买来促销。2017年今朝了将近2亿，去年中国开始暂停输入往来食客，专人嘛是买入。即届石斑鱼搁一届出手，原本农委会五个连锁超市超商会当合作卖出150栋，专人今仔宣布要买500栋。这个一直以来。农民如果有事的话，那就是前面的事。目前无具名的科技业业者甲专人已经包下1000栋的石斑鱼，3600栋将近30%已经起落，佮配合其他促销、延期等措施，农会对稳定价钱是乐观对待。而且行政院长苏贞昌甲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嘛特别出席促销记者会，当面来感谢本土企业收听。记者林丹平、卢丹昌回新北报道。